快早安，加速早安。Hello EMMA，Hello 静蕾，Hello Rock，Hello 沙鹿，Hello 明金，Hello。Hello， 早安早安，思源午安，幼云午安，汉午安，浩一午安，塔瓦哥午安，嗨嗨 ，Hello CJ，Hello 思涵，哇 ，Hello Hello， 哎呦，我没有想到这么多人，等一下，等一下，我很久没有直播了，有点紧张，把头发拨好。Hello， 思涵，好久不见，雀儿欢迎。Hello， 全和欢迎，平易欢迎，咖啡猫。谢谢民间的爱的小双，雀儿早安 ，L 早安，好想力，佩轩欢迎，我也很想你们。超哥晚早安，罗一下早安，巨翠微早安，妮妮早，玉人早，很久没见到阿里了，没错，小易早 ，Hello。玲玲保护队好久不见 ，Luck 好久不见，八级明风欢迎，一档百欢迎，等一下，谢谢洛洛一下下 ，CJ 欢迎，好久不见，内内欢迎，呆毛，今天很呆，头发早上起床一直翘，但是我觉得没关系。谢谢一晨的兵器 ，Hello 中初会欢迎帮龙星欢迎超哥，谢谢分享。这个衣服好大的领子，对啊，是一大片的，很可爱的衣服。大家肯定有很多话想说，没错，你们慢慢说，好吗？谢谢露露一下下为主播持费一个月的粉丝团，谢谢你。Hello， 樱花华，欢迎，加油！思源、包子、草莓风、陈鱼、落雁，欢迎。Hello， 店长 ，BL， 欢迎，超哥，谢谢小浪花。等好久，谢谢你们等很久。BLNG， 欢迎，这是哪来的衣服？之前买的没有穿，企鹅，欢迎。欢迎回来，谢谢佩璇包子，谢谢你的带我走。人之雅，哎呦，这留言动太快，等一下我看不到，哎，我不想看了，但我想打招呼。等一下，我刚刚到哪里了？他刚刚不见。何燕燕欢迎，谢谢加速一个月的粉丝团，丁丁欢迎，思源。我先好好打招呼，有小游，好久不见。一晨，谢谢你的年度票选。店长，谢谢你的早安鞭炮。一晨，谢谢你的年度选票。飞宝欢迎，柠檬欢迎 ，PCK 欢迎，哈利欢迎 ，Lin 欢迎，卡丘早安 ，CN 欢迎，沙鹿，谢谢你的比心。是不是很不习惯开直播啊？没有哎、欸，有一点不习惯，就是眼睛。要看很快这件事情，要习惯一下。小游，谢谢你的浪花，大家热切欢迎阿丽，谢谢你们。星期一孩子摔手机，欢迎大家都回来啦，对，大家都回来啦，开心是一个团结的，不对，是一个欢乐的时刻。明金欢迎，也恭喜我们的嗡嗡回来了。蓝云欢迎，一和欢迎，谢谢保护队有一个月的粉丝团，公公欢迎，唐寻烟欢迎 ，L 谢分享，林庭然欢迎，好久不见，季风亮欢迎，皮肤别再抓了，好，因为有点痒 ，sorry， 我喜欢这个背景音乐，真，我随便 YouTube 他自己播放的，九蛋欢迎，庭然谢谢分享，南拳北腿欢迎。大道彩东欢迎思涵，阿丽，下个月你有要直播吗？有的，开始直播了。雪荣欢迎，请勿谢谢分享，阿丽早安，我想你，我也想你们。九蛋欢迎，每天幻想在跟阿丽聊天的我应该是病，你应该是生病的，超红的，好，不要再抓了。哎，哎，
欧丽欢迎，七耳东谢谢，晴湖欢迎，小游谢谢你的四叶草，南拳北腿熊伸手。孙雄果欢迎，谢谢林晴润撩一下啊，给你撩，帮我抓痒，你刚刚那个手是可以帮我抓这里，好痒，天，看字有一点那个，看的我都痒，是真的很痒。阿丽的话会留长吗？还是会等电影？会留长。谢谢加速的爱的包包，谢谢 ，Hello ESB 欢迎。小九星飞宝说：“难得主主不是今天十一点半，还不然你们就能连播了，念到打结。对啊，不啦不啦不啦，真的是念到打结。”楚雄欢迎 HYUNA 欢迎草莓酱欢迎开心，谢谢佩璇，我也很开心，不怕风度兔女郎欢迎北岩神在午安阿米午安阿哲午安 ULT 阿妹欢迎 Luca。欢迎夜雨，欢迎。还好某草草没播，他不是某草草，他是宝贝。北秋山云欢迎 ，Top 了欢迎，千人东谢谢你的玫瑰，修哲欢迎，好久不见阿哲。Oh my god！ 等一下，很多，等一下，开会中没有声音，偷偷签到一下哦。又开始偷偷了，Hello 纯恩欢迎，先短一段时间再慢慢流畅也不错，对啊，就等它慢慢长，它需要时间。可是短发阿丽超赞的，连始终长发派我都超赞的，真的吗？喜欢就好，短发真的好看，谢谢朱莉恩欢迎，谢谢本源神态的比心，星耀欢迎。哦，谢谢有小游的香槟，欢迎回来 ，Welcome home， 莉莉红。这也应该好了吧，好多了啦，但是又有一颗，好，算了，不多说，算了。阿丽是阿丽，是几颗？还智慧与美丽哦，谢谢草莓酱，我念不下去了。啊，朱莉安，谢谢你的气球，哇、哦，很漂亮。等一下，我先看一下我现在是长什么样，我觉得。我念个名字好狼狈哦，该这样吧，等毛都炸，我先喝一口咖啡可以吗？我这里太痒，我先涂个凡士林，你们先等我一下，你们先不要留言，然后我还要去倒一下水，等一下。速度我跟不上，超级跟不上。我先插个东西，插个药。而且我有点脱康，看不到字。被我抓到破皮。项链的问题，我先把项链拔掉。这项链有点烂，在脖子疼痛。好，等一下哦，从哪里走？这是一般的速度没错，但是阿丽跟不上，阿丽太久没有来了，这要怪我。阿基拉欢迎，傲天欢迎，谢谢三友的带我去流浪，哇哦！等电影上映就来去看，对，我们要一起去看。哇，谢谢朱莉安的214，我爱你，我也爱你。伯伯欢迎，灌篮欢迎，太夸张了吧！小脑袋跟不上，不用全部都念也可以啦，念我的就给你白眼了。
下，无论长发短发都是我喜欢的力，谢谢你。好慌的力，哎呀，我想认真的把每个人的字看完。等等，谢谢 Rick 的比心，谢谢分享。Hello HAONE， 欢迎。原来阿丽没看过《告白气球》，没有看过新的。夏侯武欢迎，妙不可言欢迎。可以喝两口，为什么你要规定我只能喝两口呢？好，小丽谢谢分享，顺意欢迎。好了啦，陈家树坡咖坡猫，谢谢你的四叶草。Hello 小白，对，刚刚小白有出现，谢谢洛伊这样带我走。星期六公园看到阿丽，真的很开心，我看到你们也开心。刚开始我一进场的时候，结束跳完四首歌，你们就说欢迎回来的时候，我的眼泪都放红框了，因为就哭了，只是没有被你们看到。落一下你的谢谢四叶草，是因为太想阿丽了，这速度一百没错。谢谢买了饭的来签到，总之超想阿丽的，没关系，慢慢来，谢谢。楚雄谢谢尊重，欢迎 Jamie， 欢迎近视变身抓到。对啊，真的，我最近近视从100到200吧，然后我现在也没戴隐形镜，因为 我眼睛容易受伤，不敢一直戴隐形镜跟画眼妆，所以都是画淡淡的。一心一意欢迎，古酒寒欢迎。星期六公园很棒，我在这边跟你打招呼很开心，谢谢你们有赞。W 利爱，谢谢你。华鱼度欢迎志宏，好久不见啊！宣扬嗨，遥遥魔人欢迎你们吃饭了吗？好什么好？我三月没讲什么东西啦，陈家树。礼拜六阿丽好近，多近多近？哎，等一下，多近？易凯欢迎，你是坐在哪里的？自我介绍环节你。眼眶红红，对对对，那时候就很想哭了啦，但我还是忍住。轻巧欢迎，你们有看那个就是我电影里面的采访吗？就是我有采访，他们不是有说，因为我说我第一次演戏，然后演戏那个角色的设定跟我在女团的样子不太一样，就是因为我是一个本身非常爱哭的。哦，我刚刚被抓到红红的。我是非常爱哭爱哭的女生，所以我在演戏的时候我都会忍住不哭，就是我不管是现场被调整被说了被怎么样，就是我都是忍住眼泪。然后可能有些戏是我，如果是我这个女生去演这个戏的话，这个女生的人设去演的话，一定是会哭的。但是我不能哭，我的个性，我的戏里面的个性是要很冷、很高冷的那种女生，然后是很强悍的那种，就是不轻易掉眼泪。但我就偏偏爱掉眼泪，常常就被导演说你的哭并不漂亮这样。然后我觉得差很多，个性就是有地方很像，就是很坚持的东西很像，但是很多小细节什么都不太像的。大胸糖欢迎原子毒宝贝，谢谢你的文手礼。嗯，我左边这边第一排在表演的是在左边哦，左手边 OK 忘记。不过萨库拉都安排周六五场，要上班都不能去了。没事没事，下次还有机会。我只有看到男朋友一面，这个我觉得太好笑了。哎呦，我就没有去演戏嘛。本丸好久不见，本丸梅子欢迎 ，Chop 欢迎，志祥欢迎，嗯，易凯谢谢分享。我可能要五月才能参加公演了，没关系没关系，慢慢来，可能还有很久很久都有公演，我们都会在。刀子谢谢你的小浪花，仙仔谢谢你的花枝，金穗自祥欢迎。还好这次音主位置抽的还不错，刚好在你的右这一侧，谢谢你。班神欢迎，
看到你们真的很开心，风仔欢迎。其实留言不用全念，阿丽我爱你，这个可以略过。天哪，想见你，只想见你，未来过去，我只想见你。不跟我聊天，我每天抓着剧本，对，每天抓着剧本，然后在那边痛哭，拿着剧本就这样盖住脸就在哭。没关系，我记得阿丽就好。所以 Andy 的刀片要寄到哪里？这个我就不知道了，我也不知道他工序在哪。哇，有红包，快点抢，快点抢！是我们的本丸先生，谢谢本丸 ，Love you， 抢起来！哇，本丸人真好，给两个。我们先抢红包，先不念留言，红包是比较重要的。哇，有四个哎，红包你也太厉害了吧，本丸也太厉害了。等一下，我先抢红包哈。好了，给你们抢了，我不抢。我刚刚手机宕机，刚刚他就是那个什么，那叫什么？网络突然断掉。Hello, 算了，回来了，我回来了。刚刚你们有没有想到？终于看到花，嗯，对，我刚刚手机，我现在改平板直播，因为我手机有点宕机。OK, 你们就是先嗨一下。哎，我这里真的被我抓到破皮，你们看。好，你们先慢慢进。等你们进来啊，先喝杯咖啡等你啊。嗯，哈喽，二姐卡，刚刚是网路卡，网路的问题。嗯，刚刚网路超级怪的。锁骨怎么了吗？中影欢迎。Hello， 二姐推伞，谁是推伞？阿丽今天要到几点？今天到12点多吧。谢谢。不要听韩文歌，想听英文歌。大家认真聊天 ，Mara 对于网络的稳定很有帮助。没有啦，是我换了平板，因为我手机它很容易会过烫，刚刚没有想到。我不辛苦，不辛苦。浩一欢迎，嗨宝贝，等等要抢票了，抢票加油！你先忙吧，拜拜，紫竹宝贝。多了 Mara 好看，因为刚刚那个头发真的是太扎眼了。Hello， 史吹匠，要不要用南山的传统药炒复一下？那是啥？我也不知道是啥。叶问欢迎，但在山上我完全都是没有什么任何问题，就是也不会长真眼啊，然后也不会就是长痘痘什么的。Hello， 江腾米欢迎。今天只有开一个小时，因为等等下午有事情。山上有下雪，有，很漂亮。山上空气好，没有啦，是因为我在山上，就是因为我在拍电影的时候没有化任何的妆，我就是素颜，几乎算是素颜，然后其实就没有化眼妆这个东西。哇，谢谢加速的烟火，这个是杀青的烟火，谢谢。早安啊，萱萱，666，yes， 对，666，真的是666。然后山上，所以就是在山上，而且我在山上必备的东西就是，我都会买热敷眼睛的，每天热敷，然后我都早睡，然后就是都有调整的很好，然后早上起床，他们的伙食费又超好的，早餐都会有很好很营养的东西的，然后我每天也都会一直吃 B 群，然后我现在回来都没在吃，然后也没在早睡，也没在热敷，所以
状况就又一直来，就又长针眼，然后又化妆什么的，然后自己卸妆又很不正常这样子，所以就是自己的问题，不是别人的问题，就是自己个人的问题。别背的东西不是我的爱吗？什么东西啦？啊，这个真的眼睛我也很舒服，真的。听说美玲跟雨林有去烫斑，对呀、啊，他们超棒，超棒。热敷眼罩很舒服，对对对对对对，我都会趁它打折的时候买。阿丽怎么长耳朵了？因为刚刚网络太不好了，所以戴个耳朵，或许网络会听得见我的声音，跟你们心里的声音，一定是主厨的问题，不是他的问题了。他是我的宝贝耶 ，COEE 欢迎。阿爸，谢谢分享。樱花花言欢迎。然后想跟大家介绍我在山上的睡衣，真的很可爱。那有下次打折可以帮我顺便带一箱吗？嗯，一箱可能没办法。这个就是我的睡衣。我今天本来想说要穿着直播，但我想说算了。Kim 欢迎，天意欢迎。你看我的睡衣。还有这种花边蝴蝶结，他是你的宝贝，你是我的宝贝。哇哦，我在告白吗？坤坤欢迎 ，Joki 水欢迎和欢迎。今天直播一次吗？对，这个礼拜直播一次。季风亮欢迎，你看我的睡衣，还有这种 bling bling， 不是这种花，因为我那时候在山上，我觉得我要跟我平时的穿搭不太一样，我想要变另外一个人，然后我就买这种我不会买的衣服，然后还有这种花花的，就是荷叶边什么，然后就穿在身上，因为山上真的很冷，不开玩笑，你回去地板都很像是那种冰块地板，然后就穿这种很厚很舒服。我回来了还是一样穿这个，因为我想念男生。裤子也是这种，超可爱，可是很舒服啦。对，舒服，感觉穿这直播也蛮适合，明天再穿，下次直播再穿。谢谢比心，谢谢，蛮可爱的。北原神天，谢谢你的玫瑰。山上的鱼著名都穿这样睡觉，没有，他们都是穿，也是穿这种厚厚的睡衣，但是不是这么可爱的，是我自己装可爱，因为我想要跟。就是我每次，因为我跟你们讲很特别的事，因为那个我要跟大家分享一件事，就是部落它就是300多户，就是一个群聚的地方这样子，然后都住很近嘛，就是隔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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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样。然后因为我们演员，我们那边没有民宿，没有什么，我们都是住在人家的家里面，就是有些人的家有客房，有些人的家就是可能小孩子都出去工作，然后有空房，他们就会整理给我们住这样。然后我住的地方是离跟导演他们都很近，然后演员住的地方都很近，就是可能走个一两分钟就会到了。然后我每次我们晚上要去对剧本啊，或者是去对什么，就是不是对剧本，就是会去对戏。然后的时候我们就会洗完澡，然后去到一个人的家，然后。我们就穿着自己的睡衣，就很像搞的睡衣趴。然后小薰姐跟小美姐的睡衣，就是因为那时候好像我们的排练老师有来山上帮助我们。那时候晚上我们就去找他，然后他就看到我们三个，他就会说三个女明星，你们睡衣也太夸张了，一个比一个浮夸。我的已经很夸张，然后小美的也很浮夸。小薰姐姐的还好，但是也是都是可爱的那种，然后反正就很好笑。我们三个每次只要聚在一起的时候的睡衣都很好笑，好好玩的感觉，真的很好玩。腾风欢迎，艾薇亚欢迎，秋秋谢谢的玫瑰，雨松欢迎，佩林欢迎。不是隔壁那座山，那有点太远。风仔欢迎，他跟我们复兴乡有点不一样，因为复兴乡是太大了所以你可能这个家到下一个家可能要开车10分钟才会到，可是这个部落南山部落就不是，它就是传统式的那种以前年代的那种部落的感觉，就是大家都围在一起跟你们分享。部落里面还有酒吧
还有哦，我们那边还有全家，还有诊所、卡拉 OK， 很多，就是那里超好玩的。我觉得你们那边有民宿，在全家附近，我觉得你们可能想要去玩的话，可以去那边玩，因为我觉得那边会感受到很多热情，对，很棒。白柳欢迎，午安人好，就知道你是自己装可爱，反正你可爱可以过哦。谢谢玉人，聚落没错，聚落真香欢迎。平板画质比较好吗？还是刚刚灯光问题？我觉得平板画质比较好哎。鲑鱼奖欢迎，天玉赐欢迎，向寒霜欢迎，清秋欢迎，玉超谢谢你的四叶草，感觉夏天就不适合穿了，对，夏天就要把它收起来。或许会见到阿里很开心，谢谢培璇，我也很开心，很日系。叶问王欢迎，我也买个同款来睡，好啊，你给我买，给我拍照上床，不要吃我。沙鲁欢迎，比比欢迎，感觉穿这个好热哦，因为我是怕人的人，而且在山上真的每天都是晚上早晚很那个天气差很多，早上可能十几度有，晚上就变到5度、4度、3度，冷，真的是冷。谢谢玫瑰。北原神推，还蛮方便的，超久没有看到你，超想你。Hello， 哎呦呀，山上一定很冷，真的很冷，还好有全家可以抢公演的票。什么意思啊？有熊猫外送吗？没有。小米酒，南山部落高丽菜，高丽菜好吃啊，这样就想到我也想吃高丽菜。KAiPhone 欢迎，谢谢家属的四叶草。酒吧，对，酒吧的在暗角落，然后因为这个我不知道可不可以说，但是那个酒吧是否彩虹酒吧，你们懂意思，彩虹就是那里蛮多哦，我们原住民语就是称，就是可能男生像女生的人，他们就会称说阿都，我教你们阿都，所以那个就叫阿都酒吧。对，然后我去不适合，他们不会想要拉住我，可能是戏里面演我爸爸或者是演我叔叔的人去才会被拉走，因为他们是阿都。Hello 思源，思源欢迎，所以我去那边是他们的姐妹，三个奇怪的人睡衣相聚。对， Harry 欢迎，拜拜詹先生，陈谢谢分享，没照片没真相跳完，我是没有什么照片，但是我蛮多，哎，我手机有点荡，手机爆荡，荡机，睡衣趴，十兄弟欢迎。说说谢谢你的玫瑰，福福猫欢迎，不可炉欢迎。我还以为我们木杆才比较多阿杜，木杆是哪里？走在时间的尖端。Hello， 谢谢柠檬的兵器。原来如此，对，笑笑是阿杜，真的假的啦？不要乱讲话，人家说柠檬，谢谢你的兵器，没关系啦，我不是阿杜的菜，我只属于你。有收到你的卡片，米酒谢谢哦。近期我有收到很多卡片，谢谢你们，对我好好收藏着。你们到很多了，我没有这么红，但是没有人这么喜欢我，但是这是有收到，谢谢。阿里好真 ，Hello 半生欢迎，你们很帅，在山区这蛮正常的，温度差别本来就很大，真的。可是我们原住民就叫阿布哦。不是 GAY， 对，等等要抢票，抢票加油！我是蛮神奇，你在山上居然能好好照顾自己。当然，因为那边有很多姐姐哥哥照顾我，而且那边的国小超开放的，南山国小。你们知道我都直接正大光明，他们在上课，我直接早上8、9点，我可能10点的通告要去拍戏，然后我8点就会起床去跑步。可能操场还有小朋友在上体育课什么的，我就直接进去跑步都没关系。然后他们的学生上课还会上到一半，然后过来跟我说：“阿丽姐姐。”他们因为他们都会，
他们都知道我，因为我很常没事找事就去别人家拜访，就是去人家家玩，然后就跟他们关系非常好。然后那一群小朋友就是会跟我一起跑步，然后他老师就一直叫他，他们都不理他。老师，我要跟姐姐跑步，我要跟阿丽跑步。然后就他老师也认识我，然后是觉得，哇，我这个学校蛮开放的，他们都不怕坏人进去。如果我是坏人怎么办？把他们带走，我超想把他们带走，带去演戏。志宏欢迎七耀七威，然后看很多小朋友看到我就说，阿丽姐姐我也要演戏，以后我也要当演员。然后我就说，好啊，那你要加油哦，我以后会等你哦。然后他们就说好，这样。哦，讲这个，我觉得我都快哭了，因为蛮想他们，因为我几乎每天早上都会去找他们。然后我就问他们说，有一次他们好像是下午，礼拜三的下午都会有跑步时间，就他们学校规定要跑步，所以我那个时间如果我拍完的话，我早休息的话，或者是我还没拍的时候，我就会去操场等找他们，堵他们，就跟他们跑步，就可能低年级跑两圈，然后中年级跑三圈，然后高年级跑四圈这样，然后我就跟他们跟到结束，然后我就去做我的事。好想他们，可以不要拍照握手会穿去合照吗？什么意思？玉人，你说那个睡衣吗？山上一定超冷，还蛮方便的。对啊，真的山上很方便。赌学生好恐怖，神推理君燕欢迎。那有跟小孩安利 TP 吗？没有，因为他们只知道我演戏，我是演戏的，他们不知道我是唱唱跳跳的，所以我觉得没关系，等他们自然而然发现。阿丽姐姐，我也想当你的男主角，嗯，一定很想当他们，真的太感动了。阿丽姐姐带我走，挑几个跟你一样可爱带回来当实习生，哎，好像不错哦。阿丽有没有顺便邀请同学们来看公演？没有啊，太远了，对他们来说太远了，他们来台北要四个小时的车程，把我带走就可以了。给你扮演老师，待会记得讲喵。老师应该是不会，老师要上班，跑去打扰别人上课，就是我哦，诱拐学童母汤哦，就是我哦。警察叔叔，这里有闯入鬼，因为他们的国小是可以让人家进去的，就算人家在上课也是可以进去的，所以我觉得哦，而且我跟你讲，他的校长长得超像豆豆先生的，然后他也是很搞笑的校长，人很好的校长，因为我在戏里面有练习钢琴，然后。要练习钢琴，然后我就有去他们学校借钢琴这样，然后那校长也是都说好啊好啊好啊这样，他们蛮喜欢我去他们学校的，因为好像学生会很开心，会爆开心。我在弹钢琴哦，他们就给我在后面，就给我在那边捣乱，然后在旁边玩那个钢琴键，然后我说你们不用上课的吗？就钟声一响，他们就赶快去上课，怕被老师骂。然后我也会跟他们讲要乖要乖，然后对，就是他们真的是很可爱，我随时随地在部落都看得到他们，因为他们就是下课就是在那个部落跑来跑去，然后我也是就是跑来跑去，然后就会看到他们，因为我们拍摄的景点都是在部落里面嘛，对，然后就会很长，我们就会遇到。然后我就说先不要吵，我要拍戏，你们先不要吵，要安静这样，因为他们前面我还没骂他们的时候，他们还会就是已经 action 的时候，他们还在一直讲话，然后我就不行，我要小声哦这样子，他们就说阿丽姐姐这样，然后我就不行，我在拍摄这样子，我就然后骂他们，我就比较认真的说，我刚就是好好的说，我说当喊 action 的时候，你们就不可以吵，知道吗？他们就说好，知道。然后说你们如果听话十次，我就带你去买糖果。他们就说好，知道了，这样超乖，超级乖。白狼是阿妹主角的，嗯，白狼是对所有原住民吧？但是，哎，等一下，我怎么听过这个词，但我不知道是什么，为什么会被叫白狼？我想一下。羡慕那边的小学生该转学了，老师又有个怪怪的姐姐在跑步，我真的都是怪怪的，又有穿全黑戴帽子戴口罩。赞呢赞，进去跑步，对的。糟糕，我都没送卡片，没关系没事的。阿里谦虚，
Hello 嘉阳。哦，我就想看你们有骂有讲什么。鳄鱼欢迎，好像雨林有去的，对，雨林前辈跟梅林前辈有来，他们来我真的觉得超可爱的。但那时候小朋友都上课，不然我介绍小朋友给他们玩。阿丽姐姐，罗志华欢迎，难怪体力好，好可以想象你跟小朋友跑来跑去的画面，是有影片的，但是我觉得不露面他们的照片就先不露了。对，抱歉，因为工作只能上来报道，没关系，季诗阳，谢谢你，谢谢家属的抱抱。怎么没跟校长合照？他很忙，他真的长得超像豆豆先生，他真的很，而且他超搞笑的，他是主持，他很会主持。爱丽山上应该有开御寒的技能吧？哦，我在山上直接变得很不怕冷，然后我来山下，来台北，不管15度、14度、16度，我还可以穿短裤。因为你最白目，陈家树。台南去台北也要4小时。对啊，很远呢。Rose 的歌刚刚的红，勋哥欢迎。哎呦喂，谢谢你升级，拜拜。你还会 rock and roll 哎。我发现我的网络一直宕哎，怎么办？我要疯了！我的网络一直宕。我的网络一直宕。Hello， 对不起，我的网络超宕了，因为它先等你们进来，再跟你们聊。刚刚我有看到一个问题，好像是。换粉红色，所以下次再换，不然我要偷偷穿穿，他等一下又突然宕机。不会辛苦，没事，我觉得你们也辛苦，要一直等待我，我回来了，然后一直等待我。抱歉，我刚刚看到一个问题是什么？哦，就是从拍戏回来，然后连接公演会不会不习惯的事？有啊。因为我变胖了，因为其实舞步这些东西其实都是我们常就是之前练习的东西都还记得，只是就是变胖了，跳不起来。不要等更久，我已经回来了。哎，我真的变胖了，我跟你们说，跟你们分享一件事情，前四首的歌曲，前四首的歌我就是有跳，然后我很想跳，就是我想在舞台上把它跳完，因为我很想念舞台，然后结果我的那个扣子一直爆开，每跳一下爆开，每跳一下爆开，然后我就很不想下去，可是没办法，因为这是没有礼貌的事情，所以我还是得下台。后面姐姐就帮我换一件比较大一点的赛事，然后我才后面才安全度过。结果没想到裙子也快爆了。最后的四首歌也是，就是也是一直爆，真的悲剧。对，真的，因为那个什么，那叫什么？山上剧组的伙食费真的很好，因为我穿的衣服真的是我以前很最瘦的时候，你看哦，假如说我以前最瘦是42、43，而我现在是可能就是我不讲那个体重。对，哎，你们有认真看，可是其实是可以穿起来的，结果没想到，因为跳舞其实动作是很大的，就是穿得起来，但是只要跳的时候它就爆开。太好笑了。但是我很努力的减肥，这几天我吃的东西很少，你看我的早餐就是吃香蕉跟馒头，
就这样，咖啡，然后中午等下应该吃一点饭，晚餐我就不吃。我昨天也是这样，锦江欢迎，季风亮欢迎，阿丹欢迎，韩云欢迎。嗯，我也觉得我现在是刚刚好。哎，你们真的有认真在看我在干嘛？而且张雨林前辈就跟我说，他就说第四首结束之后，他以为我身体不舒服，他看我的脸色不好，然后我就说没有，是我太胖了，我一直爆开所有字幕。哎呦，好好笑啊！哎呦，真的要减肥。其实我觉得你有瘦啊，跟雨林去找你那时候比。哎呦，我变胖。而且我又不想听五十还没，我们还没这么厉害，没有啦，我觉得快要了，快要了，脸看得出来，对，小公主 Vivian 欢迎，但看不出来，阿哲欢迎，制服的抵抗，对，制服的抵抗。他就是在跟我闹脾气，他说阿丽这么久没有上舞台，我要搞他一下，是我自己的肥肉搞自己。全场都盯着你，什么时候把扣子绑？所以是，哎，就是呜吼呜吼那首歌，就是很力道很大的，每只要蹦一下他就爆一下，然后我就感受到，完了那个扣子又掉了。然后我就看到姐姐在下面提示我扣子，然后好，我还是要下去。诗涵欢迎，圆滚滚欢迎，戴戴欢迎。然后前面两首，第一首的时候，我的那个夹子就是那个发饰就是没有夹好，然后那个夹子黑夹，我本来不想下去，因为我已经抓到它了，就是哦，它掉下来我也抓到它，我就不下去了，就没想到那个。可能越跳越嗨，然后那个黑夹子就扎到我的头，啊，不行不行，我要下去了，好痛，然后就又下去，所以我前面四首下去了四五次有，哎呦，下次一定会好好的表演完，不要再下去，因为我不想下去。谢谢，哎，刚刚是谁送我礼物？突然忘记，很忙，真的很忙。Rain 欢迎大野狼，谢谢追踪，谢谢付伟的文手里。小红害怕大野狼，欢迎阿丽，欢迎阿丽要被姐姐顶饱，我已经被顶饱了，所以我现在在减肥。但是我觉得是我自己要自律一点，就是我现在开始在减肥。虽然还没有那么快，要慢慢来。小一，谢谢你的守护灵，老王欢迎。我很快就收回去。纽扣真的很辛苦，我对不起他。好了，不讲这个了，不讲体重这件事情。我跟你说，就是戏里面啊，我刚刚很痒，因为我戴项链，然后太痒，然后被我抓破。四月应该有效果了吧，可以的，谢谢庭然，分点肉给我也可以，好吧，分给你们。阿丽撒钱回国后你在练习公园碰到车子吗？嗯，没有耶、欸、因为啊，我跟你们说，我很谢谢张雨林，因为就是我回来的没几天，他就是约我出来去公司练习，然后他就陪我一起练习，所以害我本来刚开始就是因为我练习完就是老师就是要帮我们重排位，要帮我们排位置的时候，然后我那时候其实很紧张，但是因为张武林一直说哦你可以你可以，然后我就不紧张，然后他就陪我，然后我就很开心。他愿意花那个时间陪伴我，哎，真的很重要，团员就是互相帮，成为彼此的力量，彼此帮助，这是我在团里面最大的收获，就是彼此帮忙，等人家帮忙你，你等到你好你强大的时候，你也会去帮忙别人，这就是互相，这就是团里一起成长的原因。
紧张熟悉的感觉，新的挑战，体重。对，我觉得最主要是体重，因为我其实有胖，然后就是连跳四首歌。我第一次跳的时候，我真的是心脏要爆炸了，就是我的肥肉可能太重还是什么，导致我有一点就是体能有点弱。因为我在山上都是慢跑，我跑步是因为我在想事情，我不是在减肥，然后早上的小水肿而已，我没有在减肥，我还是正常吃什么的。啊，不对，不是正常吃，是正常吃之外还要再吃更多。这样啊，太太欢迎，然后欢迎，看起来没有胖的，我觉得脸胖很多，然后可能腰跟大腿那里有一点点胖。可是我觉得这个东西是很快就可以瘦的，因为我一直在练习嘛，一直在做练习，然后我回来之后也一直开始在健身跑步什么的，所以会赶快瘦的，脸很明显，真的，因为我都是先胖脸。哎呀，在剧组待得太快乐，不说这个就会激起我想吃的欲望。我们不要再说吃，我们不要再说变胖这件事情，因为变胖了呢，就会想到我在剧组吃的很，然后就会想到啊，我要再吃，就看我要远到什么时候。不说了，我等一下先去跑步。吃完这个香蕉，我等一下下播结束我就要去跑步，然后再出门。午安呢，健健，没问题的，谢谢佳阳，天月夜空欢迎。这是我的午餐呢，我不能不吃啊，我蛮喜欢阿丽的，谢谢你们，不管我变得怎么样，你们都喜欢，你们说的，没有啦，等一下换装啦，怎么可能穿上去？对，而且在山上又冷。所以你就会一直想吃。我会跑，除了香蕉，凤梨也支持一下。好的。所以你喜欢吃凤梨吗，阿翔？哎，你们真的很烦哎！哎，我这真的是午餐呢，玉超是你的热。还以为阿丽已经忘记我的存在，但是阿丽说好久不见，我好开心，我还记得你啊，保护腿，玲玲的保护腿。好，快去抢票，赶快去抢票！哎，你们要抢票的要去抢票。我坐在这边悠闲的等你。凤梨已经大缺货，为什么凤梨大缺货？真的天气冷就会想补充能量，真的，家人不易欢迎。而且我们化妆室的。造型师哥哥，他不仅很会用头发，他还很会煮东西，所以他几乎每天都在化妆室煮东西。然后我在等戏的时候，我就会去化妆室吃吃吃，一直等，等的时候就是吃。所以他真的太会煮。你知道他怎么买菜的吗？买那些材料，每个礼拜有两天会有那个菜车。来部落里面绕，他就会卖很多调味料，什么包啊什么什么，就是卖很多可能那边都没有卖的东西，就是市场会卖的东西，就一个大货车。然后那个造型师哥哥他就哎，对，造型师哥哥他就会在路边拦车的，哎，他听到那个菜车的声音，因为菜车都会说，就是会有声音，就是会。卖菜卖菜什么类似的，然后他就会去拦车，他还要帮我们用头发，他还要去买菜，然后我就觉得超可爱的，每次都被他笑到不行。难怪导演说阿丽不要吃。对啊，我后期的时候导演说阿丽你这是变胖，然后就说哎对，看那个摸脸，就是那个一幕的脸很胖。阿丽，我先专心抢票。好的，草莓奖欢迎。哎呦呀，比心谢谢。Hello， 妙如欢迎。
小星星 star 欢迎，谢谢艾薇亚的29个30个的比心啊，送好多。你宝贝欢迎，谢谢追踪玉人，还要别人讲啊？拍戏前拍戏后，清湖欢迎，熊熊欢迎，公演谢谢那小浪，所以真的要持续的练，才不会胖。Only 欢迎，真的就是我自己的问题，是这个时节哦，凤梨盛产。好，不要再说胖了啦，脸会不会胖到连？连不到戏，然后啊，我的化妆师姐姐就帮我买了推脸的，然后每天早上都帮我推，然后我后期吃东西都只能吃白吐司，然后通告表上面就说阿丽不能吃饭，阿丽不吃，阿丽太胖什么的，然后他就帮我买那个，因为。我的化妆师姐姐人也很好，她就送我这一罐韩国的乳液，然后我自己也有上网订购这个推脸的，然后我每天早上就会自己推，然后我在剧组后期的时候也是每天推脸，很有效，真的很有效。哇，我的化妆师造型师姐姐他们都对我超好，造型师姐姐就是每天帮我推脸，然后造型师哥哥就每天给我做吃的，所以很两难。我觉得我很幸福，胖了几公斤，其实才2-3公斤，但是因为之前可能有练习，然后加上我都会有定期的去健身，所以我本来是有一点点肌肉的。就像你们之前看到我有时候本丸帮我拍的照片，有时候我腹肌嘛，真的有腹肌，以前就是有练。然后现在的那些腹肌，我本来就是有肉，然后那些东西没有练习的时候，它就变一公斤的肌肉这样，然后变胖了之后就变这样，就是可能它变松了就变这样，然后你又再吃胖2公斤，可能又变这样，所以那个肉痕就越来越大，越来越大，然后脸的那个肉痕也是越来越大，越来越大。对，真的真的，你看其实肌肉荒废会肥3大倍，所以就是肌肉变成，但我现在很努力的在让自己变瘦，所以你们别再说了，我觉得我会变得厌食症，因为太多人啊。我跟你们分享一件事，我昨天我们原子组很坏，就是但是我没有生气，我是觉得很可爱，很好笑。只是我们平时都会互呛，这是我们姐妹之间的一个乐趣。这样，然后他就说：“哦，因为晨晨他想要擦口红，然后可是他的口红在他的宝宝就是离他很远的地方，然后我刚好手里拿着我的口红，然后说你要不要？然后他就说好，我要擦，他就擦。然后祖祖就说。”祖祖那时候就看到晨晨，他就说女儿我也要一点，然后他就说好，他就帮他擦，然后擦擦，他就说哎不对，祖祖就说哎这是口红是谁的，然后我就说是我的啊怎样，然后他就说啊、哦、我不要擦这个啦，会变胖啦，然后张云就在旁边说哎你很坏，然后我就说没关系啊，你的口红给我擦我就会变瘦了，给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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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差点揍他的上台欢迎，但是我觉得是好笑的。我没事，然后晨晨就说啊，他还在那边给我放马后炮，说啊，我该不会也会变胖？然后我就说翻白眼给他们，真的是有其父必有其女儿。鸡谢谢尊重上塔，谢谢名气生鱼片啪啪熊欢迎。对啊，他们真的很坏，坏蛋。Hello B L E R R 欢迎。多了一条车胎了，车胎是什么？小汤圆欢迎，小蓝龙哥欢迎 ，J A 欢迎，欢欢欢迎，面欢迎 ，L 开始运动后就回来，对，雅雅欢迎，最要相信我，你们要相信我，不是自嘲，虽然我是没关系。吃枸杞欢迎，安德鲁欢迎 ，Jamie 欢迎，公演欧巴谢谢你的小浪花。果然是主，对啊 ，Lucky 欢迎 ，Alex 欢迎，骚骚欢迎 ，ZK 谢谢你的年度选票，银雪欢迎，小佩姬欢迎，
下次我们帮你种，敢说阿丽抽主，没事了，开玩笑的啦，不用欢迎了，好啦，知道啦，好啦，各位大家欢迎进来 ，Hello Hello， 好久不见，好久不见，谢谢冰淇，谢谢小浪花，谢谢小浪花。好喽，你们先好好的抢红包，我先好好的喝咖啡。谢谢追踪，欢迎大家，欢迎来抢红包哦！抢红包，抢红包！等一下要你们要抢的快，休息一下。太扯，什么太扯？太胖。好久不见 Jack， 欢迎，谢谢剑骨的冰淇，喝咖啡，对啊，每天都能看阿丽就心满意足，哈啦，谢谢保护队。好，先把猫耳朵拿掉，下个月见阿丽。好的，谢谢思涵，夏西西欢迎。嗯，好的，谢谢 Jack， 一晨，对啊，太久没见到你们。月夜欢迎，萱萱欢迎，莫里斯欢迎，挂绿式咖啡三三容易，什么？不喜欢三合一，我喜欢挂绿挂式咖啡的。耶、yeah, ，有抢到票吗？给你拍手。Hello。我先看看我要，等一下哦。南山咖啡好喝，南山咖啡我每天都会喝。十五秒抢票喽，不抢红灯，不抢红红包。下个月我有替身去看公演，是那个吗？你的助理姐姐。谢谢珍惜每一天的冰淇，这是什么咖啡我也不知道，是我舅妈买的，赶快抢红包哦！红包已抢完，我觉得不行，我觉得。这样有失公允，怎样？南山咖啡不是，这我舅妈帮我买的，我也不知道是什么咖啡。南山咖啡超好喝的哦，这样我也想念。初赛萨库拉之后见，好的。哎，你们先抢红包，等我一下，我先上个厕所。剑骨欢迎，我先上厕所，你们先跟后面的打招呼。想吃个香蕉。这又看不到，干嘛？
为什么我听到婴儿？对啊，我们家婴儿。看到红包了，快点抢红包！原子主播，我刚刚说了，你昨天说擦了我的口红会变那个变胖这件事情。快点，六秒，五、四、三、二、一，红包红包，快点抢快点抢！不理你们喽，哎，抢不到红包，太多人了。抢快点啊！对，我们家想要婴儿。打字打字，还是没抢到，太多人了。对啊，没关系，还有三个，慢慢抢，抢爆他，抢爆他。是猪猪，对，是猪猪。猪猪哥应该刚醒，有这么爱睡吗？哦，猪猪，谢谢你。我家婴儿一直在哭，不要哭，不要哭。我跟你讲，我刚刚去买了豆浆，它超甜的，甜到不好吃，不好喝。现在吃饭吃什么啊？雅雅欢迎，谢谢冰淇柠檬。猪猪打字好快，他常常打字。其实我发现我们打字都蛮快呀。刚刚阿丽在说猪猪，没想到就出现这，就是不能讲人家坏话没？真的不能哎！发现只要讲人家坏话，他就出现。你有混血吗？没有，我是混原住民血，我都叫无糖豆浆。他就没有给我选择无糖豆浆，不然我就会点无糖豆浆，就超甜的，吓死我！只有我打字很慢，你知道就好。而且你不要打一些有的没的，猪猪二戒，大家请多多督促阿丽，感觉一个小时讲不够。还想再听阿丽排球，我等我有空的时候，我再好好的跟你们聊。今天是因为我必须得做一件事，所以不能多待。下个礼拜见，一定会给你们讲个够。我也找那个很空的一天。青柠一点的玫瑰，真巧，我也混血，我云林混了。哇哦，我爱你，好了。我没有在吃，没有，我在吃香蕉咖啡，消化的好吗？好好，我等你，好的。督促我不要吃太多，十秒抢红包，快点抢，抢起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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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嘿，猪猪自己也要节制。猪猪超瘦的，他不用节制，他不要再瘦了，拜托，他很瘦，他真的很瘦，他不要再瘦，他瘦就让我觉得很恐怖，懂吗？所以不要叫猪猪瘦。猪猪要克制，不要长痘痘。没有，他真的很瘦，你们自己不知道。他怎么吃我都觉得很羡慕。谢谢红包。没有好不好？好久不见 ，Hello， 好久不见。那天逆转完之后一直顶他肚子，咦，怎么了吗？他的是几月的时候顶的？哦哟，这么可爱呀！紫竹，这是紫竹，说胖就胖，说瘦就瘦。阿丽的鼻子那是痘痘，哎，你们眼力也太好了吧！我刚美肌不是开得很强吗？你要加入祖祖的计划，减肥计划吗？好，原子竹告诉我你的减肥计划是什么？你胖一点没关系，可爱耶！ Yeah！ 原子竹他是 model， 不一样的，我是可爱路线，好吗？等等我，等我。
秋秋欢迎，小泉欢迎，哈哈哈欢迎，猪猪拿到减肥计划，等我一下哦，想看看东西。猪猪拿到减肥计划都在吃，我觉得猪太瘦了，真的猪猪很瘦，猪猪不要这样，就不是猪猪，你们很坏。怎么婴儿身？对，我们家婴儿很强的 top model， 他是很棒的，好吗？猪猪把可爱团什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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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把可爱团，其他人的食物偷吃掉，你们就能瘦。对，原子多吃一点，看到食物就吃。对啊，瘦脸一定要开到嘴满，不然太胖了。会吓到你们，你看上下班，哎，胖子就是胖子，米妮莉亚变瘦了，我觉得不行，阿丽妮子店里在我心中欢迎。Hello， 各位宝贝们，午安，谢谢你的玫瑰。哎呀，哎，我想问我直播是直播了多久了啊？有一个小时了吗？可爱到膨胀胀，对吗？对吗？我先看我直播几个小时，你们等我一下。我现在真的有很重要的任务要做，我再不做我就会被骂。但是先等红包抢完，然后我要好好跟你们再见。先等那个抢完红包大家离开之后。没有，没有要去吃啦。到底怎么看我的你们？折之前，你们不要这样对我。哎，现在有谁在直播？有吗？有人吗？我先看我的刚刚做的啥。刚刚23。25，哦，差不多了。没有，哎，对呀，哦，有，我刚刚有直播到一个小时 ，Judy 老师上线，快点啊，要抢包了，40秒。宝贝干嘛？你先去忙，我等一下也要去忙，我们一起忙。拜拜，原子猪性本善，兄弟爱你哦。OK， 哦，一个小时。哒哒哒，爱的。哈利，主角要去吃大餐，你们怎么知道主角要去吃大餐？红包抢完了吗？好了，跟大家的时光总是特别快，抢完了，拍手拍手，太棒了太棒了，应该只剩下你们了吧？有抢到吗？你没有抢到。Hello， 阿鲁，你怎么下层来？打屁股。
真的要郑重的跟大家说拜拜，我们下礼拜见。因为我现在直播还没一个礼拜，慢慢一个小时，先一个小时，之后才会越来越多。本娃 hello， 所以你们要乖，再等我一个礼拜。我要去忙我该忙的事情。对，今天是第一天，很高兴可以跟你们分享到小孩的部分。And， 哎，有红包哎，该不会是本娃给的吧？本丸，不要这样子，刚刚大家已经拿到很多红包了，知道吗？你这样再发红包就是不想让我知。诶，为什么我按不了红包啊？算了算了，红包今天不想要我，没关系没关系，你们先抢，也太多了吧，七个红包，就是为什么我都不能抢。好啦，谢谢本丸，你们都抢完了吗？我要你，我是这，不要紧张。谢谢 Fly 的文手礼，嗯，谢谢小浪花，谢谢谢谢谢谢红包。对，我们要跟我们的本丸大大说谢谢，本丸就是人这么好，拜拜了。哎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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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的那个掉掉掉！而且我刚刚很好笑，我刚本来就是，因为我就不知道这件衣服、这件上衣要穿什么，然后我就想说裤子，因为我穿这个纱裙，我不知道是什么裙子，然后我就不知道穿什么。我刚刚本来也是想要里面下面穿水裤的，我现在就是要穿水裤，因为那个裙子有点挡我的路。拜拜，谢谢小兰花。午安呐、啊，现在才午安，我都关了，还晚。刚刚有抢到音主的，耶，抢到就好，还好有赶上。我要关播了，什么赶上？下面一个，对。我跌倒了，你们可以回看我的，我这个裙子一直压到我。Oh my god， 我没事，我只是裙子有被我拉了一破。哎呦，我的裙子，这到底谁送的？裙子吧。我没事，因为我下面有很多那个软垫，只是我的裙子到底发生了什么事？你看我给你们脱下来给你们看，这件裙子到底是怎么样的一个裙子？它真的会一直踩到我的那个。等一下哦，你们先别担心我，我没事啊。我的地板是那个软垫，你看，它这个真的是，我真的是，应该没有破掉吧？有脱线，啊，坏裙子，可以啊，可以这样，啊，可以怎样？不是，是那个裙子刚一直踩到我的那个影子，然后我就觉得很不舒服，我每坐一下它就给我踩到一下。我没事，我没有。好，我要下播了。我只觉得我刚刚很丑，没事没事，我刚刚真的没事。我的地板是软垫，是裙子有事，它被我拉到一个裂痕，蕾丝的裂痕。裙子坏坏，对啊，它真的很快。Hello， 跟大家拜拜喽，拜拜，好丢脸，我觉得有点丢脸，没关系，但是我觉得很好，第一天就让我们展现阿丽的天真无邪，拜拜。
婴儿要哭了，我要去帮忙照顾。再见，拜拜，爱你们。剪个剪，剪屁！我真不会了。拜拜，爱你们哦。我真的要去忙了，拜拜。好，阿丽摆个喵喵。拜拜，拜拜，婴儿在哭了，他也哭得太惨了。